我们是来找您的，您可是我们的贵人，您可是我们的贵人。贵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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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人当街炸我的轿子。问那小姐年纪小，本事大呀。大人不懂得什么是礼尚往来吗？苏伯伯去世，你送鞭炮，我还烟花炸你轿子，彼此彼此。这么嚣张，你就不怕我抓你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把我抓进大牢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你不就是想进牢里看你那两个朋友吗？哎，我就不抓你。好歹你也是洛阳王的千金，你爹的面子我要给。温大小姐年纪轻，爱吹风，你就在这儿慢慢吹啊。打道回府。是。小石头，大白菜。我想救你们，可是我太没用了，我救不了你们。你们牢里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你们看到这烟花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没想到第一次在京城看烟花是在牢里。又有多少人能在牢里看到烟花？人生在世，重在游历，咱们这也算是一个特别的经历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在牢里都能看到烟花，说明我们还有希望。莫道不可追天命。